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微微的股市私房菜，我是微微老师张真微 Vivian。今天台北股市好精彩哟、哦，2月23号礼拜四，今天不仅大盘哈，真是量价齐扬，包括汇市，新台币今天也大升哈，那所以等于是股汇双响炮哈，所以这滚动的资金、滚动的筹码、滚动的。这个台北股市很多，包括 AI， 包括这观光内需概念股，哇，很多百花齐放，军工、资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恭喜大家，特别是我们微微股市私房菜，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的会员朋友，是不是创意材料 KY 涨停，而且创新高？即便今天雷虎我们没有涨停啊。但是它的股价收盘依旧是创新高，恭喜大家！我们希望说，今天我有股市私房菜，除了分享给大家之外，最重要的如何去找出黑马股来。我有老师头顶上这一片天，一定要把它扫起来，因为有了这一片天，各位你们就有机会可以发财，我们的会员朋友就能够不断的不只是涨停，而且创新高还涨个不停。加入我们的微微股市私房菜，就有机会让我们各位好好的在股市滚动的股市里面发财。在这里面好，我们直播专线，这也是一个财富的致富专线，0800-370-8888。我们准备了现在布局的黑马股，就是要让大家有机会掌握到这一波好台北股市上攻的力道的过程当中，不仅嘎空头。嘎爆空头了、哦、而且还嘎空手。那嘎空手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这方面的市场的动能。如果你今天跑去胡乱追高，很可能就要套牢。所以韦老师的字卡告诉大家的，只要是创新高的股票，各位你只要看了字卡，你一定赚得到钱。如何赚钱？如何布局？如何掌握下一档更重要的会飙的黑马？赶紧拨电话进线0800-370-888，0800-370-888，拨通电话，直接就能够把新台币抓进你的口袋里面。来，我们魏老师也推出一个新的专案哈，这几天我想大家都有看到我们这个字卡哈，在这个滚动的前潮里面，我有掌握，好，魏老师提供给大家的私房标股，你就会知道。其实知道这几档个股之外，更重要的是微微老师盘中扣讯，知道不仅是买点，更重要的是卖点。晓得买跟卖，一定能够有机会让大家好好的赚到一笔大钱，而且我们是不断的 follow 这些个股，不断的追踪，不断的让它涨停，而且涨个不停哈。所以我们这个专178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只有微微老师自己哈，不是只有我们的会员，我们需要所有看到微微股市私房菜进来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一样都可以一起发财。今天恭喜我们的尊荣会员，恭喜我们的特别会员，各位，你要感谢你自己。如果微微老师发的盘中扣讯你收到了，你不执行、你不做，你也赚不到这笔钱。创意今天很彪悍哦，他几乎算是坐着这个喷射机哈、哦，直接往太空上飞了啊、哦！一大早亮灯公告涨停，今天台北股市哇，真的是百花齐放哈、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什么 AI 打响这第一最重要的这一炮？因为我们的创意不仅攻下1115，真的是直接创新高，而且还拉到涨停，而且直接锁住哦。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什么跟台积电有关。而台积电今天最重要还是一个稳盘的效应。所以啊，创意毕竟是我们台积电亲生的儿子哈、啊，最重要的嫡长子啊。这个想到台积电妈妈今天呢、啊，512收盘收在510，这个。收盘收在518块钱，稳住稳盘就好。今天盘中大涨196点，一半左右都是我们台积电贡献的。那台积电之外，我们想到第一个它的嫡长子当然是创意，
创新高，涨停板。啊，你如果觉得哇，好高哦，买不起。今天我们的材料 KY， 三百几块，照样涨停，而且是创新高啊！恭喜大家，好，要感谢你自己，因为你收了老师的盘中扣讯，你就赚到这一大笔的财富。我们先看一下大盘的加盘，这个加权指数，大盘今天其实也真的很漂亮，新台币也升，哦，中间盘中其实是大升一角多。那凡下升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全指股要回来了啊，外资哈一定是在这里面做滚动的。今天新台币最后收30.4块，比较重要的是，当台积电领涨，昨天有多少人直接就处分掉台积电？威老师并没有让大家去胡乱处分台积电哦。前一个波段，当它大跌的时候，重跌的时候，威老师有让我们手头边还没有台积电的成员，有让他加码。我们好好的等一下，给他一些时间。我们的台积电护国神山不是当假的啦。今天因为有了台积电的稳盘，大盘至少因为涨台积电，今天涨了十几块，就最后收盘收涨11块，盘中最高来到521。好，不管巴菲特爷爷了，台积电走我们自己的，不一定一定要有股神的加持才叫台积电。之前没有股神加持，我们的台积电还是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呢。今天台积电领涨，高价股冲锋了。台股不仅大涨，而且差一点点哦，基本上距离前高15669只差个几点。今天最后收盘了哈，今天盘中高，其实我们的台积电很不错，我们的这个大盘指数其实也不错哦。我们大盘指数最后收15615，对不对？但是盘中高嘞，一度来到了15657，距离669只差个不到10点。我本来以为说今天有可能真的是到最后收盘的时候拉到最高，盘中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哈，就大涨200多点，就是要这个 KUSE。那当然，大家因为讲今天太多的一个好的一个讯息在这里面了哈，包括这个比如说 FED 它公布出来利率决策会议没有特别耸动惊人的消息，哎，这样大家已经感谢他感恩了。韩国哈已经公，韩国的央行已经说，哎，他们要准备怎么样不升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讯息哦。这代表亚洲市场，到时候大家韩币还还不用升，我们新台币我相信哦，一定也会给我们台币新台币做一个重要的参考，比给我们台湾的央行杨金龙杨总裁做个参考。那在这里面，哇，这个大局势定了之后，再加上哇，今天为什么创意喷高？为什么这个今天我们的台积电往上喷？为什么嘞？今天最主要还是辉达的这个讯息嘛，哈，辉达哈这个他公布的财报其实不错了，哈。当然辉达的那个财报状况算是符合一个市场的预期，你说它有多赚也是还好，好，但是最重要的，它有符合市场的预期，哇，它股价喷涨8%，就是因为辉达大涨之后，哇，这个我们台股所有的辉达概念股拼命哦，今天一早开盘万马奔腾哈，哦，今天 IP 细制材到处都在涨，所以今天为什么创意领头羊哈，一开头。哇，那个气势很强，所以最后整个 IP 系制裁带动一头拉苦通通都上来哈，所以在这里面台股大涨，哈，这个新台币也升，但熊都要待机。到底今天我们威老师也去参加威股市这个Linda News 哈，我们一个网络节目，好，我们 G Money 的平台里面的 Linda News，他就问威老师说有没有可能过16000点？威老师认为不仅几率高，而且请他来看沃尔股市私房菜。我们早就讲了，轧空16800，轮动轮涨是不会停。只要大盘指数，我认为了，今年呢，这个要来到不仅是万六，甚至万六到
16,330点，好，这个所谓的这个来到了0.618，好，股市人都觉得还有机会再更高。未来我们再跟大家详解为什么我们对大盘怎么看。所以今天只要外资进来，新台币走升哦，全指股哇就开大门走大路了。今天不仅台积电、联电、联发科这种大型全指股，通通都有表现。那我们先讲我们的创意哦，真的是我们的代表作，很棒哈、哦。哎，你不讲去年哈、创意比较低价的，我们光讲这个波段，我们的新会员先以808到810，因为我们创意已经来回做了几个波段，但我们光新会员用810块买进，我们都有机会让大家大赚价差，超过多少？300块。短短的时间范围之内，这一个月还没走完呢，观众朋友。2月6号买进810块，不仅2、3天之后就涨停哦，更重要，中间涨个不停，这个月还没有走完呢，就已经价差赚了305块这个看到那个创意跟冲天炮一样哦。魏老师跟我们的研究团队非常的，我只能说真的，然后我们盘中哈。这个我们给我们的会员朋友，我们会员朋友，yes，哈哈哈，我知道你们的兴奋哈。然后有的人啊，这个口袋麦克啊，我们的一些尊荣会员也不止一张创意，恭喜你！当然，我们也盘中我们有讲哦。如果各位，你可以看你盘中扣讯，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想要做一些调节，可以做你局部的调节，不用全部处分掉。会不会还有高档呢？Who knows？吴老师认为有。好，但是不论怎么样，各位，这是一张创意，光是这个波段，你这个月还没走完，光2月份2月6号进的新会员，你一张创意就赚了30万，哇，这真的哈、心脏跳高两百波拉提，今天再跟涨停创新高。漂亮哈，漂亮的创意，这个波段光它也将近都被吸在趴内，37.6，涨停哈，我们只差那个狮子头要出来大吼一声了，还有材料，材料也很正点啊，正点，4G63的创这个材料 KY，我们的材料快烂很漂亮。我们用288到239，好，那时候让我们的这个市价买进，让我们在一月，我们是1月10号礼拜二的时候买进嘛，好，239好了。你光看每一张字卡，材料 KY，这都是一个，好，威老师让我们的会员朋友进场的点，2月7号，好，一个是1月10号，2月7号，在2月13号再进，2月22号。昨天再进，我们盘中哈、我们光1月10号到2月22号是昨天礼拜三哦，这段时间的价差就背在吸口，一张背板吸了。那在昨天呢、这个金肉啊指的是昨天哈、323块，我们那时候就会讲会过前高329，来，我们今天印证一下，今天。356，涨停，创新高，中间的价差漂亮，一月到二月，一个多月，价差就117块，一张材料 KY，11万7，涨幅这个波段。短短一个多月，将近50%，漂亮。我只能跟各位讲，我真的是要帮我们的尊荣跟我们的特别会员好好鼓鼓掌。你自己是值得的，是你自己让自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有这样的获利，各位真的是很漂亮。雷虎老朋友，昨天有。
这个涨停板连两根了，今天把不没有，老师怎么办？早上各位，我又收到你们的简讯，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我请我们的助理都回给大家，别紧张啦，哥哥别紧张啦，好，我们在这个是老朋友了，去年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就已经好一波段赚过一倍以上的雷虎了。去年11月22号那个前后，我们这是波段 N 字形的哦。今年金兔年，去年已经是在虎年的阶段哦。我们是21块进的，我们的资深的老朋友，包括我们清代的会员跟重复回收的我们的旧会员，不是回收了啊，重复再加入微股是私房菜，我们的微家族的成员，有的人还是21块那时候买的，咻，那就是10月24号。资料字卡一个告诉大家，我们就进那个波段至少136%，你砸了100万下去，这雷虎回馈给你的是136万，一倍多哈、哦。中间的确要挣啊挣啊挣啊，前一段时间我们38块4进，这个波段再漂亮，2月21号，礼拜二的时候哦，涨停对不对？第一根涨停，当时就已经赚了36%。接下来，昨天，礼拜三第二根涨停，我们在1月16号那时候买在利空的时候是38块4，那时候我们微微家族的成员，我们的普通会员，好，在昨天。就又一根涨停，57块7，这是创新高哦，创新高哦。今天呢，很多人早上好担心哦，怎么上去之后下来？So what？这又怎样嘞？今天它照样再创新高59块。也许你会说，吴文老师，这是盘中高而已，最后收盘也有58块，一样是创新高啊。不要纠结，不要纠结。有没有？不论是盘中高59块，或者是58块收盘，都是创新高，漂亮雷虎。我只能跟各位讲，也许今天资金啊筹码一直在洗，对不对？一下子又是观光股、饭店股，一下子又是 AI，一下子又是什么一大堆哈，都通通都在涨。军工今天好像没有那么的强，依旧还是很彪悍。好，即便资金被其他吸走，依旧还是很棒。光这个波段，雷虎的价差已经有20块，20.6元，继续。好，我知道各位一直在讲说啊，魏老师，我们是如果各位急着要停利，这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本来魏老师今天我包括我在那个 Linda News，我已经跟大家讲掌握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年。只要你有赚到钱，其实我也赞成，你想要早点停利，没有问题。但是你问魏老师可不可以续报，可以。到时候我们还会用不同的天数的次卡告诉大家，你只要跟着魏老师，你光看次卡都能赚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创新高啊，在今天之前。通通创新高，你光看字卡到隔天再进场，你买的的确比我们会员朋友高一点点，但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照样赚钱。1月16买在利空时涨进，好，我们那就是38块4就买在这个时候啊，赚钱。2月1号照样雷虎赚钱。2月10号。通通赚钱，来，也许很多人讲，那联发科今天不要忘记，新台币升值，联发科发科表现不俗。我们在去年10月3号那时候进联发科的时候630，我比你告诉大家，它绝对会是一个必涨股。也许你会觉得它爬得好慢呢、啊，但是这毕竟是我们国护国群山呢、啊，非常漂亮的一档个股，的确。它有在盘，也有在跌，
但你给他一点时间，依旧有机会赚到波段，而且获利大获利还是要等出来的。好，我们在1月5号的时候照样630进啊，1月5号啊，也许你就觉得跌到下来又上来的时候，我们照样630有在进。接下来每一张字卡，1月6号，好，进联发科，1月30号照样再进联发科。今天745，从630到745，而且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喽，它未来前高必过，前高是多少？753。我还是没有让我们会员朋友说，如果你急着要处分，这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之一。但是我觉得联发科发哥前高必过，当然我们指的是波段，我们当然不是指它之前上千块的那个波段，我指的是这个波段，这个波段的前高753，我认为可以过。我们跟我们的研究团队，你给他一点时间，他是我们的资优五虎将之一，所以我们都会跟大家报告，所有大获利其实都是等出来的。我们的具有漂亮，我们的具有多彪悍。2月8号。好，我们当时109块进，当天就有涨停哦。就接下来被关紧闭，对不对？2月16，我们继续陆续的讲，我们不可能每一页我们通通都讲，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彪悍。2月16，具有就已经涨了3根的涨停了啊。2月17，具有继续创高，到了2月20号，这个礼拜一，光是2月8号以来，至少5根涨停板。如果各位你很早就赶快下车，这也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就少赚到这么多根涨停板，各位啊，他现在都还在关紧闭呀。今天我本来以为哦，他是不是又要搞到涨停板？还好哈。持续还是五涨不涨？不然你这样持续在关紧闭的时候，不断的在给它弄涨停板的过程当中，怎样？它说不定会延长关紧闭的时间，所以要忍住。但是我们只能说，这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商在 AI 在聊天机器人的这个区块，创意涨停板今天已经1115块，世星 KY 哇，动辄800-900块，那么高，只有我们的具有。现在还在184，今天这个前一波段的前高是188，那现在还算可期。它也是所有这里面 AI 聊天机器人里面，我相信为什么它最近哇强强棍？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具有科技，它真的就是5G 的宰雕。讲难听一点，它几乎是创意快1/10嘛。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哈，11这个，但是基本上你没有个10倍，也有个9倍，你是要再去买1115块以上的创意，还是回头来看，价位大概只有它的1/9多的具有嘞？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强强棍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且接下来它还有坑，其他的故事还会在后面还有戏。但是魏老师，我们都是讲在前面，带各位去赚到大钱的。所以，中兴电我们的老朋友，去年11月11号光棍节52块买进，这个礼拜二21号再创新高，已经来到了97.5块。很多的老师陆陆续这时候才进，我们价差就已经赚了至少45.5块了。光是这个波段的涨幅，87.5%，相当于你如果砸100万进到中兴店，已经赚了87.5万了。中兴店如果觉得前面没有跟上，我没有跟上52块，1月3号67块可以让你买，1月31号都是在1月份哦，75.2块可以让你买，到今天97.4。说实在，
压回之后，它还会再继续创高，还会再涨。因为三月十四号，我们这核二厂要除役，这方面光电价，光是未来储能的相关的系统，这还有的炒。所以，微微老师只能告诉大家，中心店绝对哦，都是大家还可以再持续获利的。当然，这些部分因为它已经不断创高，本来就是在一个高档，它上面的肉不会比前面我们从光棍节进来的多。但是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每一张字卡放在封面上哦，都是对于大家所有我们看到微微股市私房菜获利的一个承诺。基本上，你只要看到那些字卡，只要是创新高的个股，各位，你光看字卡之后再去买，你都是赚钱的。所以，对我们微微家族，我们的所有的会员朋友，不论你是清代，你是这个尊荣，你是特别会员，或者是我们的一般会员，我们一般会员，我们有雷虎啊，我们有金刚，有宝一呀，GPPKY，再加上幸福之足。但是光这样就够了吗？各位，现在微微老师推出的178，就是要让大家赢得双赢彩，当然买乐透，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中心店也赢？我们是不是具有也产生巨大的获益？现在中心店第二，微微老师已经安排了一档个股了，具有第二，漂亮的关景币居然还能够不断喷涨停的具有，我们也找到了，准备了第二档具有。如果要知道所谓的中心店第二具有第二到底是哪两档，有机会让大家再继续赚到双赢彩。想知道的人直接拨电话进线，这重要的标股，大家就有机会。尽快掌握，这个专案叫做178。我们只要新加入的大朋友、小朋友扫进微微股市私房菜，我们直接发178，就有机会。所以，想知道这双赢彩这两档，我们已经正在布局当中，即将要起跑的个股，欢迎大家直接赶快拨电话进线，我们直接就让大家掌握双赢彩。0800-370-8888，等大家的电话哦！祝大家赚到双赢彩，直接在股市强力赚到钱。当然，28连假又来喽，明天还是要有所准备。怎么准备呢？怎么才能赚得到钱呢？怎么样能够在连假之后照样赚到双赢彩呢？那就请加入微微股市私房菜。让微微老师盘中扣讯教大家怎么赚、怎么赢、怎么每天快乐吃饭。OK，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拜拜。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